那主仆二人到底什么来历？我需要你去调动石海的力量，烧了他。你若担心，没事，别废话了，快。你终于来了。从今日开始，整个永州城给我挨家挨户的去搜索妖龙，我要他们插翅难飞。拿这个，州长，快！灰灰，我终于找到让你改过自新、重新逢人的办法了，我来救你了。这才对了，这才是我，你在我眼里就应该是普普通通的样子才对。我终于找回我的初心了。最近永州城失踪的妖仆越来越多了，我怀疑这些失踪的妖仆都被抓去了天香坊内的斗兽场。斗兽场。下下十八层妖怪进到这里都用不了法术。往下面是什么地方？更厉害的战场。妖婆肉伤，主人也分手是吗？你这是动心了？动心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不知为何已经喜欢上了你。我此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。这对玄妖情侣的考核应该会非常有意思。我之前纳妾次次都请你，你一次都不来，怎么这一次来了竟是来抢亲的？我想知道一个消息，天香房内到底有什么？他说龙角的天香房怎么样，可信吗？一个女人换一个秘密，换不换？不换。门上有点邪阵。你这是动心了？动心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不知为何已经喜欢上了你。我此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。这对玄妖情侣的考核应该会非常有意思。我之前纳妾次次都请你，你一次都不来，怎么这一次来了竟是来抢亲的？我想知道一个消息，天香房内到底有什么？他说龙角的天香房怎么样，可信吗？一个女人换一个秘密，换不换？不换。门上有点邪阵。